呀，宋娇，你跳的太美了！哎，你说实话，你是不是从小就学过？对了，戴总，我刚刚看何江华出去，神情很奇怪。啥？明明是条狗，它不愿意摇尾巴，它能不奇怪吗？你这个大律师还不给戴总支支招，这种人应该怎么处理？哎，不用不用。 何江华这种人，稍微撺弄一下就能给欧曼放过，他能聪明到哪儿去？他真以为我们愿意帮他？我现在呢，是手上有他的把柄，我让他做什么，他就必须做什么。等这种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我再做个局，把他送到耗子，让他把牢底坐穿。这种人留着就是隐患。<笑>戴总这种人一向说到做到。 你今天有点反常，为什么跟他说这么多话？是不是把你的良套换了？你想多了，就算我套到话了，也没有机会告诉他。知道就好。好，套得好！来来来，帮喝酒喝酒。哎呀，不对不对，来谢律师，我喝了戴总电话没打完呢。 看你，马上。那戴总，我敬您。哎，不好意思。没事没事，呀呀，这多不好意思。谢毅，我来吧。不是，他，不好意思，我看撒哪儿了？不是，哎，不用，真不用。 哎呀，你们客气干什么？你好了好了好了，这玩意儿真不值钱。那个谢律师，你可别说哥哥没提醒。现在有了媳妇儿，可不必单身了，一定要把以前手机里那些姑娘的这个照片啊、聊天记录呀，该删就删干净，不然一旦被媳妇儿查出来，好玩回去。 干嘛呢，谢毅？我在自拍啊，要不我们三个一起拍一张吧？手机给我。怎么样，好看吗？ 有我就更完美了。稍微撺弄一下就能给欧曼放过，他能聪明到哪儿去？还真以为我们愿意帮他。我现在呢，是手上有他的把柄，我让他做什么，他就必须做什么。等这种人没有什么利用价值，我再做个局，把他送到耗子，让他把牢底坐穿。